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。这个是谁啊？我们把它假设成某些人对他有两面评价的秦始皇啊。秦始皇怎么能两面评价？有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恨他嘛，哪有人不恨的？哎，有些人恨的程度不一样，有些这个文化工作者啊，在古代那是很气他焚书坑儒啊，怎么可以把这样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东西把它毁灭掉？那现在有一些学生啊也很恨他，恨他什么？怎么没有把那些书烧得那么样的彻底啊？还在后来还害得他们现在还要继续念书啊？所以每个人恨的程度不一样，但其实啊，盖棺论定啊，他其实对中国历史讲起来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。当然，统一春秋战国混乱的时代，让民生社稷有点喘息的一个空间，这是其中一部分很重要。他就是让很多在那时候很混乱的制度啊，把它固定下来。书同文啊，车同轨啊，度量衡上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互通的，不然你在某一个城市用这样的一个斤两，到另外一个城市、又用不同的一个重量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的时候，这怎么能达到互通的地步呢？所以大家说这有这样的关系啊，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譬如说这个我们假设是也是春秋战国时代，这个叫做太子重耳，这位重耳啊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流亡在海外十多年呢？最主要就是因为他爸爸实在是很难想象，古代的爸爸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把他的太子啊，就是他的哥哥杀掉以后也要杀他，所以他赶快逃亡出来。逃亡出来以后，就到春秋，因为春秋战国，春秋啊，所以那个有很多的一个国家在附近啊，辗转的一个国家，希望得到人家的一个帮忙跟庇护啊，这个流离失所啊，结果在一个地方啊，这个楚国，那么楚王啊，就对他非常的好，那么款待他，然后招待他的各方面的一个情形啊，那有一天呢、就设宴款待这个重耳啊，就跟他讲说，你看看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将来要有什么回报给我啊？如果你一旦你有机会回到你们国家去，回到晋国去以后，这个恢复成那样的一个这个地位的时候啊，你要怎么报答我？这个重耳就跟他讲说，在您楚国这个地方啊，不管是珍禽异兽，还是某一些这个特殊的食物啊，您都有，我们又何能来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个贡献呢？这个楚王就说，哎，这个不行啊，你总是我在这样对你这么好，你总要有所表示啊。这个重耳想一想就说，好，那如果我跟贵国啊，晋国跟楚国、一定是非常友好，万一啊有一天发生战乱的时候啊，战争的时候啊，我一定这个退兵啊一段距离啊，然后先不去攻打你们了。所以后来这个就是变成他在文句上写的就是避君三舍，后来我们就把它转化成退避三舍的意思啊。那为什么叫三舍？其实这个舍在那个时代啊，他们把它当成公里的这个长度的计算，也就是30里是一舍啊。我们奇怪啊，我们听到只有房舍啊、舍下、寒舍等等啊，怎么会有这个三舍？原来这个在那个时代是当成一个距离的意思啊，所以他要退三十里啊，所以退90里啊，就真的后来发生城濮之战了、因为重耳回去以后得到这个势力以后，楚国还是跟他起了冲突啊，但是他还是信守那个约定啊，但是那时候楚国底下人搞不清楚这个状况，以为是晋国人害怕他，所以就攻他，结果反倒后来就是楚国战败的一个状况。这个历史故事很多背后读出来都是人性中啊，你如果遵守那个规定，互相友好，不就没有事情吗？不过医疗上啊，常常会开刀让很多人退避三舍的，大概是什么？开这样的刀啊，
大肠的手术啊，因为大家想大肠手术不是现在要先灌肠吗？等等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即使是灌肠，即使是已经做了事先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啊，这个粪便的一些处理啊，真正开刀的时候，假如牵涉到把这个肠子切开，要把内容物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绝对是，让人家真的是要退避三舍，而这就是真正的舍，开刀房一间一间退避三间开刀房的意思啊，大家不敢进来。不过，这个医疗专家们，他们绝对不会这样，他还是要用心的把这个有问题的点好好跟他切掉。譬如说，一个70岁的一个男性病人，他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在就是出大便有血这样的情形啊，然后大便的这个粪便的一个管径啊变小的这个状况啊，有一段时间以后啊，结果在造成他的一些影响，那造成他的影响以后，给他做一些检查，当然这个最主要的检查还是内视镜的检查，做了这些检查以外，给他做了一个电脑断层的摄影啊，可以看得到这是在直肠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里面就不对，正常里面是直肠是压扁的一个空间而已啊，它变得里面有这样白色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存在，所以啊必须要进行手术，把这一段直肠有肿瘤的地方给他做切除的一个动作啊，年龄比较大，所以怎么在让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啊能够更加的顺畅，这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啊，现在很多都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，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哇，这里肚子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，他们开刀看的都是平视其他的一个地方啊，看其他的那个电视上荧幕上面的一个东西啊，然后超透过这几个洞啊，这个洞有的稍微大一点，不过也都不是很大的洞，但是这个洞里面啊，它可以把不同的器械这样往里面放进去以后，在里面做一个操作的一个动作以后，这个病人才有办法把它切除完以后，当天下午可以站起来走路啊，然后两三天之后可以出院，然后这个肚子开完刀以后看不到什么样的一个引流管啊，没有什么引流管，因为以前我们在当住院医师的时代，开肚子这个大肠的手术的时候，那引流管它会放很多啊，不管是有一些是球状的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引流管，为的目的就是怕万一在吻合的地方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，它可以把那个脏东西排出来，而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有问题的点啊，要跟它切掉的一个过程中，大家可以知道其实不是那么简单，就是把这个切掉，这个切掉这样动作而已。因为在这个附近呢，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脂肪组织在那里的这个情形的时候，它其实里面啊都有着许多血管在那个地方，所以透过现代的一个这个仪器啊，它可以机器啊，它可以局部在这个地方有点在剥离的这个动作的一个过程中，同时啊也有点把这个血管。小的血管同时就给它做烧灼的这个动作啊，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出血的情形啊，所以在这个薄雾中啊，迷蒙中啊，要把这样的一个止血的动作给它做好，然后等到把这个比较大的血管分离出来以后啊，很清楚的分离出来以后，还有用这样子啊，类似好像我们在做定书针那样的一个动作啊，把这个血管给它夹起来，夹起来以后，两边夹起来以后，再把中间这个地方剪断，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止血钳呢、啊，其实透过的都是很长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刚刚那个洞肚子的洞口啊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做一个这个结扎的一个动作以后，再把这个地方剪断的时候，它才不会后续产生出出血的一个状况啊。那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大家看得到的，这个都是需要这个医师们他们长久的一个练习啊、学习啊。当然，现在学习不止在病人身上，我们有经验的累积以外，还有一些这个模拟手术或者是一些操作仪的这个帮忙。好，不止这样子，大家可以看到放进去的那个器械是这么长啊，这前端是这样子，这到底前端这个东西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、啊？它基本上也就是在把这个局部的吻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给它做。这个局部的一个切除，然后再把它定书针一样的东西定下来，然后这整个这个过程中啊，需要做这么多的一个切除动作以外，还要把淋巴腺的这个情形啊，再给它做清除。所以透过那么小的一个洞，其实不但是有问题的地方，当然这个病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，有问题的大肠通通都给它切掉以外，还要把局部的淋巴腺整个跟它清掉。所以医疗进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，不过人生啊恐怕还是有不变的真理啊，很多事情不要听到就退避三舍，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吧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